係嘛？啊，咁啊問咧第一個問題，感情問題啦，有人問啦，梅澤同嗰佢嗰個同鄧雲迪離婚呢壇嘢，佢離差近啦，大陸妹。是大陸妹就一定離差梗的，離差梗。第二度就不會離差梗的咩？第二個女仔不會離差梗。你那些為有所謀而結合，但是他老鬼去到咁上下咧，我又不知道他點樣炒幣個市咯。呢件嘢值唔值咁多錢啊？佢兩不分多都差多錢。市價。市值問題，問題喺市值問題。屌呢條呢條老坑都懵懵地，我識我啊，佢慳錢啊，揾一打都唔使咁貴啊，揾十打都得啊，係咪啊？仲可以離經人事嘅靚女添啊，大學畢業啊，排曬隊啊，傻嘅有省緊嘅。因為咧，佢唔知道咧，大陸一定喺你飛腳嘅。你睇下最近有單新聞咧，有個中央辦公室的官都被這女人累死了，這個新聞的，他真的走去實名舉報啊，大佬條女你不死啊，大陸妹不可以的，你這些真是鋪鋪清的，你真的問他，他先生貴姓啊， Simon 啊，你給完錢就省人，不要翻飛啊，制不過的，制不過的，我們在中國幾十年，在入面二十幾年工作，我不惹的，我跟他走得快，鬥好世界的。哦，即是攞翻中國保健。有保健，但我就通常咧，我好多招數對付佢哋嘅。三十六式。我好多招數對付呢啲有嘅。第一，你唔好同佢熟啦。我喺國內有啲人走嚟，同我影相，我都唔準嘅。啲女仔影張相都出事嘅嘛。我係我唔中意同影相，咁咪推走推斷。咁呢個係事實，我又唔係好中意同啲唔三四嘅人影相。佢攞你張相真係我頭換面搞嚟搞去咁啊！所以佢呢個暴虐大亨咧，全部大亨咧臨到都出事，臨到出事嘅。你睇我先人女人個相啦，成個殺屎布咁樣樣嘅大佬，你知唔知叫殺屎布啊？上網慢慢查，留一招唔解你啫。聽得多，但係殺屎布。第二個都是講開報應的報啊，報應問題啊。